参见皇后，二姐去找你了，她不找我，我也回来。燕燕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和我替你去找兰哥查明真相的原因一样。你是我妹妹，她也是我妹妹。 难道大姐你忘了，你为了他嫁给眼撒狗吗？你的婚姻，你的一生，都因为他而毁，而我也为他一次次留着吸引这个祸患，让吸引肆无忌惮的谋算。大姐，我不是不爱二姐，而是她不能永远只活在他的爱情当中，来践踏我们对他的包容和牺牲。燕燕，大姐你不用再说了。 如果这一次，你要以你的功来换取吸引他的命，我可以答应你这个交易，但绝没有下一次。可以。那你会怎么处置蜥蜴？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皇后有旨。 赵王意图谋杀朝廷重臣，污蔑皇嗣，罪无可恕，着永求祖州，终身不得势，钦此。不是说饶了他吗？爷爷，我要找到他的下落。皇后已经饶了赵王的性命了，你就接旨出宫吧。 送的再远，也终须离别。吴故里，你带着琉璃首先回去吧，外面风大，万一给你吹病了可不好。祖州那么远，又是贫寒之地，你好歹也是个大王，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？放心吧，我身子壮着呢，总能熬得过那名医吧。你怎么还是这副死样子？ 你要是真的想着我，就别跟皇后使性子，没事的时候多去太妃跟皇后那儿走动走动，等她气儿消了，自然就会放我出来。好，好，我去求她。那我等你好消息。父王，干嘛还要求她？你不知道她是怎么羞辱母亲的？母亲就那样，顶着烈日求她，她都没出来看一眼。刘律师。 根本就没把你当成什么亲姐妹，她不配做我姨母。父王，你放心，我迟早有一天会用自己的力量打败她，把你赢回来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夕颜，刘律师是孩子脾气，你怎么还叫好呢？你们父子俩真是要气死我呀！ 刘律师，过来。你为父王抱不平，父王知道。但你要想真的让父王自由，就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留于表面，你要学会隐忍，获得他们的信任，你才有机会抓住他们的弱点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萨兰忠心耿耿。 他会帮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能犯下父王犯下的错误，要抓住时机，就像当年主上抓住黑山之变的机会以及绝杀，知道吗？父王，孩儿懂了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这段日子你要保护好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毕竟是一个妇人，有些事情。 不必让他知道。我们一家人如果想再团聚，唯有夺回皇位。这一切就全靠你了，父王。你放心吧。